哎，各位好啊！这两天有个新闻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有个叫月秀电商的被抓起来了。很多朋友都说啊，他被抓是因为他在网上经常胡说八道。就我不知道这个月秀电商啊，我也没看过他的视频，但是今天我偶然啊刷到他的一个切片，应该不是他发的啊，是别人转发的。就咱先看看他在视频里说嘛。美国国籍有一场考试嘛，其中考卷上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：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，指的是什么？结果，所有的人给出的答案是公民必须遵守法律。结果，全部答错了。然后，美国移民局给出的标准答案是：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，指的是美国政府必须遵守法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政府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。看完这个视频啊，虽然这哥们说的挺那个，哎，掷地有声的，音乐也挺慷慨激昂的，貌似啊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但你仔细一想啊，不对呀，就他说的这个有违我的认知。就你说美国是个法治国家，指的是政府必须遵守法律，这个应该是没错。但如果你说公民必须遵守法律，这是错的，这说不通啊！法治国家，公民为嘛不能遵守法律呢？所以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啊，我就上网查了查，就看看网上这个美国移民局的这个题啊，答案到底说的是嘛？哎，这是美国公民入籍考试啊，Civil 这块的这个试题，就一共100道，这个一般都是挑10道来答啊，你对6道就算过了。这100道题我都看了啊，就是我没看到他说的美国这个是个法治国家指的是，但是他一道题说的是这个美国这个法治指的是什么，就是这第12道题，咱看看啊，他上面都说的是嘛。看了吗？人家说的很清楚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，领导人也需要遵守法律，政府也得需要遵守法律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凌驾在法律之上啊！这个都是选项，这都是对的。不可能啊！各位，你们想想，可能吗？啊，这一国家是法治国家，只要政府遵守法律了，那别人呢？公民呢？老百姓都不用遵守了。那是法治国家吗？那可能吗？所以好多时候啊，这种貌似有道理的事儿，其实你仔细一想，漏洞百出。虽然我不知道这哥们儿还说了什么啊，但是就这件事儿，我觉得他确实胡说八道，就把他抓起来确实不冤。但我觉得啊，就他被抓，肯定不止因为他胡说八道。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，比如他的经营啊，是不是翻墙了，违反中国法律了？我觉得肯定不止他胡说八道。